早安，我是麻古。作为一名台湾三个篮球联赛都打过的球员，而且都还缴出相当不错的成绩 ，Sunny Sakakini 说是亚洲身份的最佳外籍球员之一也不为过。愿意为了团队配合及牺牲，需要他出来一肩扛起胜负时也义不容辞，甚至在领航员让他从板凳出发也毫无怨言，是个每支球队每个教练都会爱上的那种球员。Sunny Sakakini， 以下我们简称 Sunny， 是巴勒斯坦出生的职业篮球员。你可以称他为巴勒斯坦史上最伟大的篮球员，而且是没有之一的那一种。Sunny 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他有一名大太岁的哥哥 Salim， 父亲也是一名篮球员，同时也是教练、裁判和巴勒斯坦篮球协会的重要成员之一。想当然而的，两兄弟自幼就在父亲的训练下打篮球。虽然在巴勒斯坦，篮球真的不是主流的运动，甚至你可以说在这边打篮球是没有未来的，但父亲仍寄望着自己的儿子在未来能够靠着篮球吃饭，海外联赛甚至是挑战最高篮球殿堂 NBA。 Sunny 和哥哥两人从小就互相竞争，身高及体型让他们在场上打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从小就待在同个地方训练打球的他们也就必须为了上场时间而努力地比下自己的兄弟。Sunny 回忆起来说，我们总是互相比赛，尤其一对一更多，但总是我赢就是了。虽然说巴勒斯坦在当时并不注重篮球发展，但他们还是有一所篮球学校，而Sunny也就在那边就读。在当时虽然是个历史毕竟要有80个年头左右的篮球俱乐部学校，但学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在这少少的学生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和Sunny比拼，甚至说程度上的落差相当的巨大，就算用大人打小孩来形容也不为过。大概从Sunny年满13岁开始，父亲带着这个孩子去和成年人们甚至是业余球员们一起打球，而且他还打得挺不赖的。Sunny在当时高人一点的身高让他在和大人们打球时丝毫不会趋于劣势，甚至说打得比那些20多岁的成年人们好上不少，这更激励了这个年纪小小的孩子，让他对篮球的未来充满着希望。就这样，在Sunny年满14岁这一年，参加了巴勒斯坦当地的篮球俱乐部，这可以说是他篮球职业生涯的启程。不过虽然说是职业，但在当时巴勒斯坦是完全没有职业球队的，这也仅只是半职业球队罢了。Sunny 回忆说，巴勒斯坦是个篮球沙漠，没有职业联赛及球队，也没有合格的篮球场，更没有所谓的职业球员及教练。随着时间的进行， Sunny 身高越长越高，球技也越来越成熟。来到了 Sunny 就读高中时，球技过人的他为了不止一支篮球俱乐部效力，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被篮球给塞得满满的。一直到一场比赛，那场球赛有来自约旦的球队经理坐在场边，他看到了当时年仅18岁的 Sunny， 简直惊为天人。从14岁开始经历篮球俱乐部洗礼的他表现得完全不像是个年轻人，约旦球队经理也向他递出了橄榄枝，希望能够将这名球员给带到约旦打球。 Sunny 在和父亲讨论过后，为了个人更好的篮球发展，也就决定在高中毕业后前往约旦打球，并且就读于约旦科技大学。在当时 Sunny 在巴勒斯坦已经是一名名扬万里的篮球员了，约旦球队经理也施出了相当大的善意，除了职业球队的薪水之外，也领有大学奖学金及生活起居上也给予了这名来自异乡的孩子相当大的帮助。18岁的 Sunny 也在这年加入了巴勒斯坦国家队，和总教练 Jerry Steele 致力于重整并且建立国家队，努力地在巴勒斯坦推动篮球。对于约旦那些职业球员来说，完全不知道这个来自巴勒斯坦年轻人的能耐，但在实际进行了比赛后，发现这小伙子真的相当有一套。Sunny 既好学又有企图心，除了上课、球队训练以外，他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健身房，也会偷偷观察约旦职业球员的训练方式和自己过去有什么的不同，并且努力的精进自己。Sunny 说，我是个很固执的人，每当我遇到没遇过的球员时，我第一个念头总是想着这家伙是谁，有多少能耐，自己有没有比他优秀。 Sunny 也是在约旦的这段时间认识了他的老婆 Ruby Habash， 是约旦女篮的队长，身高也是相当高挑的180公分，两人也常常一起训练，互相交换意见，除了生活以外，连事业上也是相辅相成的。
Sunny 就这样在约旦待了三年，表现得相当不赖，并且在2010年22岁大限以前报名参加了 NBA 选秀会，是巴勒斯坦历史上挑战 NBA 的第一人。不过事情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Sunny 并没有获得青睐，但想想也不难理解，除了他在的职业联赛偏弱以外，Sunny 六尺八寸，但打到小前锋太慢，打到大前锋太矮，弹跳力及活动力也不突出。虽然看起来能投外线，能抓篮板，也能策应，但这些都是在层级较低的联赛打出来的。球探们认为这不太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也不太可能转换上 NBA。Sunny 在落选后到了中国 NBL 打球，缴出15分10篮板的成绩，在隔年转战 CBA。虽然你单看数据，10分8篮板并不突出，甚至以一名外援的表现只能用糟糕来形容，但 Sunny 就是一名愿意配合并且以团队为重的球员。当然你要他跳出来砍分也没问题，不过对当时的青岛队来说，已经有 Lester Hudson 这名超级大砍将，还有本土球员李根也需要球权，自然的 Sunny 的数据也就没办法太漂亮。但随之而来的第二个赛季拥有了截然不同的发挥机会，数据也就水涨船高，来到了19分14篮板的杰出成绩。重视团队的他每场球也能够传出两次的助攻。之后 Sunny 除了在 CBA 以外，也在各个亚洲联赛中打滚，黎巴嫩、约旦及台湾，尤其在台湾更是三个联赛 SBL、T1、Plus League 都打过的球员，也获奖无数。今年更是帮助领航员拉出了可怕的10连胜纪录，是个在亚洲各个联赛口碑都相当好的球员，也曾经短暂的回国效力巴勒斯坦那好不容易成立的职业球队。而这次回国打球，他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毛头小子，以变态的场均33分16篮板3助攻4超截2火锅帮助球队赢得了冠军。在这段期间内， Sunny 不仅在亚洲职篮各个联赛中打滚，还多次自费去美国参加各种测试，只为了增加曝光度，让球探及球团们看见自己的能耐，希望能够往更高层级的联赛打球。只是相当可惜的，迟迟没有获得 NBA 球团的信赖。在 Sunny 的努力推动之下，巴勒斯坦终于是在2015年突破西亚，获得了亚洲杯的参赛资格。这是他们国家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亚洲杯，同时也是截至今日的唯一一次。你如果看他们的球队组成，就可以知道，就算在 Sunny 这名国家篮球英雄的推动之下，篮球在这个国家仍是走得步履蹒跚。巴勒斯坦包含 Sunny 在内，全队一共只有两位职业球员，另一位是巴勒斯坦裔的美国职业球员小马。那么其他球员呢？其中不少球员是自费参加，甚至是倒贴也想要代表国家出战亚洲杯的，也有不少球员为了参加赛事而辞掉了原来的工作。Sunny 说，我们带着梦想来到这里，只为了让更多的巴勒斯坦人看到篮球，爱上篮球。初次参战亚洲杯的巴勒斯坦在第一战就让人为之惊艳，他们以75-73击败了拥有 Andre Blatch 这名 NBA 等级规划球员的强权菲律宾。 Sunny 拿下了22分14篮板，可以说是将 Blatch 给比了下去。后来巴勒斯坦又再赢下了科威特及香港，拿下了3连胜，只是很可惜的随后败给了印度、日本、伊朗，最终以4胜4败的成绩拿下了该届亚洲杯的第10名。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一年中华队拿下的名次是第13名。Sunny 个人这8场球赛中拿下了场均22分13篮板的杰出成绩。Sunny 后续还为了国家征战亚洲杯资格赛，成绩也十分的杰出，25分14篮板左右的成绩，并且在2021年亚洲杯资格赛结束后，巴勒斯坦无缘挺进亚洲杯，年纪也已经34岁的 Sunny 就这样告别了国家队。但这对他来说并非是离开巴勒斯坦篮球界，而是该以不同的方式为这个国家的篮球尽一份心力。现阶段在国外打球的 Sunny 经营了相当多的小朋友逐梦，也自费在巴勒斯坦盖了好几座的标准规格的球场，另外和老婆计划成立篮球学校，提供给那些对于篮球有抱负有理想的小朋友们一个追逐梦想的栖身之处。当然的不只是篮球， Sunny 也帮助了相当多对体育有热忱的孩子，并且立下了宏愿，希望自己在职业篮球圈退休后能够接下巴勒斯坦体育部长的职务，从最根本的地方改善这个国家的体育风气。
其实老早就有不少国家捧着钞票来找桑尼，希望他能够成为自己国家的规划球员。但桑尼一直以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出生地，也都没有放弃，始终努力在这个篮球沙漠上耕耘，希望能够种出一朵朵美丽的花朵。本赛季领航员之所以能一扫过去的阴霾，桑尼绝对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年已经35岁的他，或许 NBA 的大门已经完全关闭，但对这名巴勒斯坦篮球英雄来说，为了国家篮球努力的道路或许还相当的长远。就让我们期待未来哪天巴勒斯坦成为亚洲杯的固定班底之一吧。我是马古，大家晚安。